小丽的母亲给她24后，她现有的钱是原有的三倍。小丽原有多少钱？所以小丽原有的钱呢？我让她是 x 元，原有 x 元。她妈妈给她 x 24之后呢？她母亲给她24之后呢？她就有 x 加24，它是原有的三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大的等于小的乘以它的倍数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这一个是大的，这一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它倍数。所以我的大的是 x 加24，等于小的是 x 乘以3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把这个搬过去，我的24等于 3x 减 x 等于 2x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24除以2等于12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原有 Rn 12，然后我在这一边我检查，它原本有12，再加上他妈妈给的24是36，然后12乘以3也是36，所以他妈妈给了他的那一个24元之后，它有36，36是它原本的三倍，对，OK。